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平常的表演怎么样，就是说今天大家有一种就是卯足全力，就是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要唱歌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好听。然后非常喜欢礼拜三这个唱作俱佳的节目，因为我们铁花村这一个舞台呢，它是跟其他表演地方有什么驻唱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演出形式不太一样，是我们让还没有什么表演经验的人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介绍自己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这样子。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以后有空在礼拜三来铁花村的话，一样可以像今天一样给他们那么多的掌声跟鼓励这样子。谢谢有你们来，耶、yeah ！好，那我今天会唱最后一首歌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到此结束。然后吧台最后点单的时间是10:30，如果大家等一下还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下，要喝点东西的话，可以趁现在过去。最后一首歌要唱，水水的主打歌，我是水水，我的主打歌叫做 What's Up。慢一点哈，我都还没有弹。好，我慢一点。Deep breath, and I get real high, and I scream from the top of my
节目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，然后明天礼拜四到礼拜天一样晚上8点我们在铁花村相见好吗？你们都不要排其他行程了，你们就晚上都来铁花村。好，那待会离开之前呢，大家可以把空杯空瓶帮我们放到吧台的侧边，欢迎大家明天一样可以来铁花村欣赏音乐节目，大家晚安，再见，下课。